大家好，今天由我为大家介绍物联智能家居新的推广利器，就是我们的移动别墅模型。我们这款移动别墅模型的上半部分是由两层的别墅组成，下半部分是镶嵌了物联相关的设备。今天我们为大家重点介绍别墅模型这一块。针对灯光控制这一块呢，我们在别墅的一楼、二楼进行了相对应的控制。接下来为大家演示，一楼灯光的关闭、打开。二楼灯光的关闭、打开、关闭、打开，以及我们一楼电动窗帘的一个打开、关闭，还有我们别墅大门的打开、关闭跟打开，我们车库的打开跟关闭。此外，我们还增加了红外对射的一个功能来打开我们的车库。这边还配套了我们前后花园 LED 灯带的控制。我们看到右上角是我们物联智能家居的一个 logo， 下面是一个 LED 的小电视，这边除了播放我们的广告之外，还可以切换我们的监控。我们的摄像头在这个位置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它针对的是别墅大门的一个监控。还有看到我们是周边有 LED 的灯带，这边都可以通过相对应的模式的切换。对，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物联相关的设备，大家也再熟悉不过了。这里我就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两种模式，一种一键离家模式跟一键回家模式。现在是一键离家模式，我们看到相对应的灯光、窗帘、大门这边都会关闭。一键回家模式，对，我们的门窗只被打开的时候，灯光、门铃、大门这边都会相对应的一个打开。以上就是智能这款新的别墅模型的一个介绍，希望这款推广利器为大家的推广日后工作有进行一定的帮助跟便利，谢谢大家。